行行。那个楚叶，他伤势如何？仙尊莫不是疯了，竟然关心起楚叶那个杂碎。只是些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仙尊可是要我去再教训教训他。大可不必。你替我拿些伤药去吧。啊，快去。哦。宿主接下来的操作违背人设。我作为师傅去看我徒弟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反派师傅只会陷害男主，不会送上药。那我就去看看他的采样，满足一下我的心理需求呢，总可以了吧？可以。麻烦。爱徒啊，为师今日可是替天行道，你可别怪为师。卓云，你疯了！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全完了，说好的皮外伤呢？玄凤，不会是来帮你疗伤的？